人气韩综《单身即地狱》最终配对终于在8日揭晓，其中宋智雅从开播到完结都是人气女王，她最终选择了一开始就所属的金贤重，一句走吧小狗狗牵起对方的手，两人配对成功。而节目播毕后，男方并没有特别说什么，只在社群平台上 po 出一张图片，照片中一只狗狗咬着牵绳开心的在草地上奔跑，似乎也说明了他的心情。宋智雅则没有针对配对成功做出任何回应，让人好奇两人下节目是否真的交往中。另外逗趣的是，在节目中火药味十足的贤中与时讯两位情敌竟约会见面，在场的俊植po出合照后，贤中跟时讯也转分享，时讯更打上幸福不和谣言随着配对结束不攻自破，让观众又惊又喜。